好，那就又一次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在一起煮一个简单的意大利面。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简单的一个面，非常简单的，我相信谁都可以做。基本上需要什么东西？蒜头，就是我已经切好了，但是切得很细细的，像快要磨的那个样子了。后来这个当然要看，如果你们喜欢比较细细的，就是吃面的时候没有看到蒜头也好，如果吃的时候你们喜欢看一点蒜头，就是切大一点，这个当然都是无所谓。另外一个材料就是这个叫 cherry tomato， 就是这个我相信到处都是可以找到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有准备的这么样子了，就是我有把每一个小 tomato 就是切一半，要切一半。后来要小心，不要让它们里面的水或者它们里面的东西就是跑出去了。如果跑出去了，就是小心，就是再试试看，不要浪费了，不要让那个水就是跑出去了。当然，需要的很重要的东西，橄榄油。要煮意大利菜的时候，就是应该要用一个好的油。所以这个是基本上的我们要做的菜。菜的名字连我自己不知道，因为是好像是我爸爸说，哦，你要不要吃那个 spaghetti con pomodorini？ pomodorini 的意大利文是小 pomodoro， 小番茄。所以说好了，那就你做看看好不好吃。后来做了之后，我自己觉得好吃，所以我擅长做，我的家庭也喜欢，就这样子。需要的东西也很简单，这个炒锅拼的比较好。后来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拼的会比较好，我已经开了那个火没有那么大了。可能这个是德国式的，是用电，但是火不要那么大，要不然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开始放油放蒜头，如果火太大了，那个蒜头马上变黑了，黑掉了，就那个味道就不好吃。后来当然是现在我在煮那个水，为了煮那个面。这个如果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有另外一个 video 解释是怎么煮那个面，从水开始就是这样子。So， 我们可以开始。所以第一步，把大概三到四个坛子的橄榄油放在锅子里面。再讲一次，锅子已经热了，不要太热了，不要太热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看，我们现在放我们的蒜头，我们放我们的蒜头。如果太热了，这个蒜头一下子就黑掉了，那就我们不要黑掉了，要不然那个味道，那个寿司的味道后来会被影响的。后来其实有这个蒜头的时候，我也加一点点这个，算是类似有一点点一个香料，意大利的那个，我中文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讲了。但是因为刺冻掉了，而且有，因为刺冻掉了，而且有里面有水，就会变成这样子。做这个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放我们的番茄。你们看，我是这样子切，这样子切，我就是要这样子放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。我们有把我们所有的番茄这样子翻，就是这样子翻。后来这个番茄现在有会慢慢开始把它们的水就是排出去，基本上就是它们的水里面就是变成我们的要放在面上面的那个 sauce。所以我们等一下
这个注意一点点，后面再看这个怎么进步。OK， 现在这个已经煮了一段时间，所以变成比较软，所以我们做什么？基本上我们要就是拆它们了，就是让它们把那个里面的那个 sauce 就是放出去，所以这样子简单的一个动作，每一个就一下。拆一下，哦，拆一下，听到这个声音吗？这个表示他们的水里面，也不少。OK， 好了，等一下我告诉你们怎么处理那个番茄的皮。OK， 我们刚刚有。基本上拆了我们所有的那些番茄，后来要做一件事情。我们这边已经有我们的水，你看，我们的水已经开了。这个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有一个 video 你可以直接看。水开之后就是放一到两勺子盐，看你们的这个你们比较喜欢咸的就放咸的。后来你看做什么？那一坛水已经盐的水放在这边，这样子火也会大一点点，火也会大一点点。所以你们看，现在变成真的是变成水水的一个 sauce。所以今天我要试试看这个比较特别的面。这个你看，我是意大利认识第一次我吃到这种面。这个他们说是从拿破里来的，试试看。但是为了这个 sauce， 如果你有，你们看，Marcel 拍的那么好，跟这个 sauce 如果找不到这种面，其实我也找不到。我是第一次，我有跟你们讲了，这个一辈子第一次我吃。Spaghetti 也好了，有一般的那个面条就好。番茄水已经开了，盐我已经放了，不让他们煮。因为这个东西是用新鲜的番茄做的，有的时候这些新鲜的番茄有点酸，我们加一点点糖。但是不要加太多了，要不然太甜的也不好吃。就是 OK， 你看半个咖啡的糖匙，就是小小的一个糖匙。后来又继续让它煮了。我们是这么处理那些一块一块的番茄跟番茄的皮。我们先把这个又拿出来，这个拿出来，很好。OK， 番茄都是在这边，我们就开始。后来基本上这个就是那个 sauce， 非常的浓。后来那个皮大概就是已经被还是有了，但是已经被磨好了。做这个之后，我们再把这个放在那个锅子里面。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做，拿一点点这个水放在这边，拿一点点这个水放在这边，后来这个水又放进去。
现在这个变成一个类似一个 green， 这个是那个 right 那个对的时间，为了放盐，哎，我们就放盐，因为没有盐就没有味道。后来看那个面的情况，大概差不多。我们等一下，快有吧？这个面就是，完成了。东友，你饿了吗？啊，东友，饿了吗？嗯，我知道。那就你看，这个已经差不多煮好了。我面拿出来的时候不是百分之百，可能他们说了十三分钟，我就是用可能十二分钟 ，OK？ 因为我继续在这个 sauce 里面直接让他们煮一煮，这样子他们会吸比较多番茄酱，就是比较那个味道比较会吸进去。在这个时间，我们再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我刚刚弄了这个 cheese， 就是 parmesan。parmesan cheese。parmesan cheese，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放在这个面的里面，后来弄一弄。弄一弄，哦，现在也是可以，多牛，关那个火，火已经关掉了，火我已经关掉了，下面哎，所以这个已经好了，所以我们做什么？吃饭，吃饭，对了，多牛，当然了。拿一个板子，对啊，王多牛，现在你开始真的变成专业。拿一个盘子，就是开始你们把那些面就是这样子放。后来吃掉。你看那么漂亮，那么漂亮，哎，那么漂亮，就是这样子放，这样子放。后来如果你们要上面再放，还可以放在一点 cheese， 就是这样子放。是不，但是不要玩多了，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厨师。后来如果你们要放一点点比较漂亮的那个样子了，现在好像很流行的样子，就是你们把一点点揪成塔，当然这个我已经洗了，哎，把一点点揪成塔就是这样子放。我真的我不会做这种东西，但是对你把一点点揪成塔就是这样子放，就是你看哦，那么漂亮，有绿的，有白的，有红的，就像意大利的旗子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做。我来做饭。这样子做，这个面 spaghetti 的面 qui pomodorini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去尝看看。Antonio， 你看嘛先，你觉得好吃吗？那我也尝尝看一下，不错不错，可能多一点的酸度也会更好，但是味道真的很好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祝你们就是吃快乐，就是这个里面有看很简单的面，只要需要一点点时间，但是也其实也不那么长啊。很简单的做，材料都差不多是可以找到，这道数都是可以找到，很简单的做。后来，对，如果你们喜欢，就是放一个赞。后来就是要问问题啊，或者要留言，就是非常非常欢迎。我很喜欢后来去看你们的写什么东西啊，那个样子。好。